大家好，欢迎来到红石口袋，我是鱼干。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七段显示器。什么是七段显示器呢？也就是这个数字显示的这个面板。那这个数字显示的面板，其他的做法真的非常简单。大家不要看这后面感觉好像很恐怖，但其实它真的非常简单。好，那接下来我就是带大家一步一步的完成它。好，我先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它要叫七段显示器，因为它是靠这七个不一样的输入端来控制它要显示的数字。像是1啊，我们就要把这两个开关打开，那4啊，我们就要把这两个开关打开，然后要9啊，就是这两个开关要打开，8就是全部打开，6的话这个就要关掉啊，5的话这个就要关掉。像这样子，我们就是依序输入不一样的，就是同时输入不一样的讯号，然后来控制它什么时候要显示什么样的数字。那我们在这边用不一样的颜色来代表它的数字。那我在后面其实已经做好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开始该做的事情。好，那大家可以先就是看一下，先把它完成之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好，这边可以暂停一下。大家要注意哦，那个颜色就是它并不是照顺序来的哦，颜色的部分大家要就是守规则一点，不要自己乱改，因为这等一下我们接线路会用到，非常重要。那中间这长度都是十格，因为我们要做0到9嘛，1、2、3、4、5、6、7、8、9、10，对，像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咧，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接线路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大家要比较认真听哦。好，我觉得好像快天黑了，我们把它天亮一下。好，那再来我们就是先接红色的部分，就是最下面这一排的部分。那这边我们就是要把讯号输入到这个红石灯。那我们就掉下来，用红色把它接起来，像这样子。那我们在这边放上红石，然后这边放上红石火把，红石火把，红石，然后这边放一个红色羊毛。当这个火把亮起来的时候，这个方块被充能，会让这个红石亮起来。对。那当这一条有输入线，就是输入，当这条有输入红石能源的时候，下面这一条就会亮起来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好，那红色的部分就结束了。再来就是绿色的部分，绿色的部分会比较麻烦，为什么？因为它要从这一条要接到中间这边来，那我们中间这里就要先把要输入的地方先放好，然后再来的这边就一样，我们就是用红石火把，这边就一个火把，两个火把，然后这边侧边一个火把，这边要记得把它接起来，然后再一个方块，一个火把，然后这边要把它接起来，我们就用中继器把它接起来，这样子，噔噔。好，现在当绿色有能源输入的时候，中间这一条就会亮起来了，大家有没有看到？那最难的部分完成了，剩下的都非常简单。还有像黄色啊，黄色是这一块，黄色我们就一样，就只是飞来飞去，把它这样接起来，把这边改成一个，哦，不用，这样子，然后这边改成一个中继器，我这边把它接起来。这边连起来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看到这边是深蓝色，就用深蓝色去把它阻隔开来。但我看到这样就阻隔开来了。然后这边我们用一个中继器，红石啊，你看中间这边又连起来怎么办？没关系，大家看到这边有个紫色，我们就用紫色把它阻断，然后把它接上来。像这样子，然后接中继器，像这样子，然后再来剩下的是蓝色，这边一样就是跟隔壁一样，这边一个中继器，一个红石，这边接起来，然后最后一个橘色，史上最简单就是橘色，因为它就只是很单纯把它直接起来而已。好，像这样子我们已经全部都把它接完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很简单。那在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做讯号的控制。像我们这边是0到9，
那这边是零，我们要把零打开。啊、大家可以看到，哎、欸，零的话，哎、欸，怎么飞那么近？零的话，中间这个不就是要把它灭掉吗？那中间要怎么让它灭掉呢？好，我们就来检查，中间这个是绿色这一条，绿色这一条，哎、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火把是灭掉的，哎、欸，可是为什么旁边这会亮起来呢？因为它下面这边让这个方块充能了，这个方块充能。就导致了这条红丝亮起来。那我们要怎么让这条灭掉呢？我们就要利用中继器去把它的讯号阻隔开来，就是把它弄断，把讯号阻断，然后这样子呢，它中间这个就会灭掉了。好，现在它就会是一个零的样子。那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调一。一的话呢，就比较麻烦，这几个我们都要把它阻断。好，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红色，好，这个火把灭掉了，所以这边被充能，这边就要用红丝中继器把它阻断，然后再来是橘色也是一样，这边把它弄断，然后浅蓝色，好，大家看到这边是亮着的，所以这边才会被就是红丝才会接起来嘛，就是才会亮起来，那这边就更简单了，就把它直接阻断，然后再来紫色一样，这个亮起来的火把上面这边把它阻断。然后再来剩下的是中间绿色的部分，一样就是火把灭掉的地方，我们把它阻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这样子，一个一个把它调整。好，我们调整完之后再回来。好，现在我们已经全部都调整完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中继器是这样摆，然后这边的中继器是这样摆。好。那现在其实它就已经完成了啊，因为你看你输入0的时候，对，它就是显示0的样子。那我们假装写1234，输入4咧，这是3，输入3的话它就是3啊，然后输入5的话5就是5的样子啊，对，那我们就是靠输入不一样，就是在这下面输入就是各个不一样的讯号，然后让它就是显示不一样的数字，那其实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一开始我们做的这个，就是很看起来很酷炫啊，还可以就是自己按啊，然后出现下一个数字啊。好，那这个怎么做呢？那其实我们就一样，就是所有的机关本体，我们在做的是这边这几个方块以上，这从这边往上，就是跟那边都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在下面再接，就是红丝讯号啊，然后接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叫什么？有没有觉得很眼熟？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教过的循环活塞，那让玻璃去阻断每个就是不一样的讯号。大家有看到，就是像现在就是它是那个是灭着的，然后再来是，然后再来就会换下一个，然后这边就是做一个连闪器啊。这个连闪器也是超简单的，就是矿车连闪器，对，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就会一个一个这样换啊，好像很厉害。对，那这个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呢？这很好用哎，这可以用在什么密码锁显示啊，然后有些人很厉害会做计算机啊，那也可以做计算机。哇，太阳要下山了，那刚好我们今天就可以做个 ending 啦。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评论啊告诉我，我会很尽力的回答你，如果我会的话。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